天又是崭新的一天，嗓子有点哑，有点喊的。我今天给自己画了一个全妆。昨天坐出租车，旁边车拿着那个水枪，然后飞过的时候就然后这样一下。但我听说泰国泼你的时候，你还要谢谢他，因为这是他们觉得是一个今天行程会比较轻松一些，去曼谷的暹罗商场那边吃饭，逛的都在那边了，快到了。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商场，我们还能逛一个
could have my Gucci on, I could wear my Louis Vuitton, but even with nothing on, bet I made you look, I made you look.嗨，我们现在就是到普吉了，刚刚拿完行李。普吉 ，I'm coming。好了，先挂了啊。Enjoy your company. I think you would agree. Just where you'd rather be. 嗯，我们现在到酒店了，因为晚这个酒店进来有点黑，所以可能什么也看不清。这么好吃的晚餐，然而我吃不了。嗨，我们现在妆发完成了，我们现在出发要去拍第一套 look 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收拾完东西了，嘟嘟嘟嘟，一车的行李。但虽然我们就住了一个晚上，然后，但是还是很开心的，可以有一次泳池房的体验。呜呜，我刚刚不小心把我刘海剪坏了。这一朵一看就不是理发师。开朗的祝你开心吗？开心吗？装箱咯。 Hello， 我们现在呢普吉曼谷落地了，现在是曼谷的12点多，中国北京时间1点多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立马又去转机，对，所以我们要重新把箱子拿出去。 OK， 走吧。买了好多吃的，吃的。